是王学谦8岁的生日，来，大家一起唱生日快乐歌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好，许愿，许三个愿望，第一个要讲出来，最后一个不要讲出来。第一个希望什么？我可以上二年级之后，还可以保持二年，还可以保持第二名。第一名啊，永远到第二名哦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嘞。第二个愿望是，希望家人乖一点。哎呦，好，那最后一个愿望不要讲出来。好，吹蜡烛哈。好，开灯。好，可以了，来。分蛋糕型，阿嬷先讲王学谦的两个优点，进来。讲了三次哦。讲这讲啊，王学谦要听阿嬷讲，阿嬷讲你啊。有时候叫他做事还蛮勤劳的。哦，勤劳。啊，就是脾气不大好。那讲优点，一个讲缺点，再来。他去摸蛋糕。哎，会照顾小弟弟王嘉恩。好，两个优点，换妈妈讲王学谦的两个优点。王学谦啊，其实做事情还蛮冷静的，然后最近表现越来越好，对，像大来哥哥。换大哥来。王学谦做事很勤劳。不行，阿妈讲过了。成绩不错。啊，成绩不错，还有嘞。啊。再讲一个。他对你这个哥怎么样？不错。不错而已吗？不错而已。啊，你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跟弟弟讲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王学谦来。我有，来，希望你的蛋糕好吃一点。啊，这什么祝福？我先来讲自己希望改掉的两个缺点。不要咬手指。不要咬手指头。脾气好一点。脾气好一点，要有礼貌，对不对？他脸好好笑。爸爸讲你两个优点哈。王学谦是一个很喜欢读书、学东西的小朋友，这是最大的优点。你是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最博学的哈。好，第二个王学谦的优点是王学谦很节俭，因为你很爱钱，所以很节俭，对不对？所以节俭勤俭是好优点，你要增加勤劳，知道不？可是不要爱钱。好，那我们大家一起给他生日快乐！来，嘉恩有没有掌声鼓励？给哥哥拍拍手，王嘉恩。王嘉恩拍手。来，给哥哥拍拍手嘞！哥哥拍拍手。拍手。